墨西哥运动员佩拉·洛佩兹挑战在墨西哥最高山峰海拔18490英尺处独自度过32天。洛佩兹希望成为第一位在奥里萨巴峰停留一个月的女性，她于3月20日开始了她的挑战。这位31岁的墨西哥登山者表示，她喜欢将自己的身体推向极限。她打算在4月20日之前居住在山顶，作为她名为海拔女性挑战的一部分。风暴天气、低温、孤独都是她面临的挑战。为了确保她的生存，洛佩兹得到了医疗团队的支持，以及一群确保在她逗留期间为她提供必需品的登山者。每周，洛佩兹的支持团队都会上来给她带来食物和干净的衣服，他们还会清理她的垃圾和废物。